南投有屋主通报，家中跑进了一条黑眉锦蛇，怎么赶都赶不走，还躲进电焊机里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只好打电话求助。而英勇的消防人员前来，面对行踪不定的锦蛇，在打开电焊机的瞬间，也忍不住放声大叫，让屋主看了好气又好笑，也把这段影片 po 在网路上。网友看了之后纷纷回想，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至少170,000次的观看数。等等，我看。众人绷紧神经，因为铁箱里有条黑眉锦蛇。看起来，好啦，起来。消防人员叫到破喉咙，因为锦蛇突然探头又吐舌，而且超大尾。瞄准目标，一人抓尾，一人夹头，才终于成功捕获锦蛇。你放掉嘿。好，成功。这次任务真的不简单，大尾锦蛇开箱就吐舌，因有消防员形象顾不得，放声大叫。哎，你整个螺丝拢拆掉，你有拆的？啊，消防队有说什么吗？消防队没有啊，没有说什么啊，很好玩的、啊，很刺激，很好玩的、啊。出生入死的消防员面对滑溜溜锦蛇，吓得哇哇叫。影片PO网瞬间累积170,000次观看数。而这条黑眉锦蛇出没在南投鱼池乡，它顽皮的溜进屋主家，赶都赶不走，还霸占电焊机。没想到捕捉过程惊险又刺激，加上消防员这一叫，更意外冲高点阅率。记者曾陆成南投报道。